这一期他妈是故意的，是不是啊？阿伯狠起来嘞，开场就 all in 是怎样？哇，快受不了！妈的嘞，打电脑也能那么开心，不爽进来，不爽进来，不爽进来玩啊，妈电歪你们这些狗！哎，要选哪一张图？你们有没有玩到哪一张图比较好玩的啊？上次玩那个机械迷宫跟这个云上庭园都有那个强奸区耶，妈的是把你关在那里面一直疯狂强奸的，还是天使岛？天使岛这个岛听起来名字比较好像比较 peace 一点。主播这场赢呢，就可以升级到四大才子联盟了。妈的，你是在说他们吧？什么四大才子？每次还不都嘛是我赢？啊！上次呢，他妈的 ENIU 他们都躺的，每次都我一扛二，然后他妈后面张个几把，就以为他自己是 carry 的，直接把他对面把他电到妈的，电到他卸载。不要小看我的实力啊！不要小看我的实力，哎，一开始就可以抽卡，这个也还好啊，就一直翻格子，一直绕。你干嘛动嘞？那至少没一些什么事。哦，你干嘛动嘞？哦，很厉害，就进去消费了，好狠哦！我可以去想去的地方了。哈？天使显灵，沿途加盖房屋。用遥控骰子拿天使、欸，积少成多。妈，这人是疯了是吧？有空见看货。哇，这遥控骰子骰起来了，可是这个我记得还不错，因为这个它基本上都会补一发遥控骰子。他都会补一发遥控骰子，然后还可以再多拿一个道具，然后还可以买地。哎呦，亨利看起来，目前看起来运气不错哦。哎，靠背哦，完了，我被压力了。才挣点钱啊！哇，阿伯，阿伯狠起来嘞！这是什么？能源中心。能源中心不是那个，能源中心不是那个抽卡钱的那一个吗？对啊，这花买卡花费增加，干这些人又不一定会去买卡，哈哈，浪费一步衰鬼。哎、欸，我们是不是三个衰鬼？干你你啊！哎、欸，这是他妈是故意的，是不是啊？选一个喜欢的号码吧。零七七起来。变能能，老哇靠嘞！不会受伤的。哦。阿土伯，哇！别人都还没买到卡，他直接把能源中心直接盖翻呢，好扯！阿土伯好猛哦、喔，我觉得他有个机器功能呀，还可怕比来哦，好狠哦！他刚买的卡特别贵吗？我不知道这会贵多少。哎，小蛋鸡的哦，干你他妈的，开场就 all in 是怎样？瞄准，发射！我有卡，爽！还想弄啊！他妈的，等着被坑，等着被偷钱吧！把钱捐给沙龙巴斯。为什么是我？爽喽，加60000，嘿嘿！沙龙巴斯还想。还他妈想炸我啊！靠腰哦，收到生日礼物，抽两张卡片，哇，还有车哎、欸，我好爽哦，嘿嘿。请问这主播是大风的神吗？不知道，我队友才是大风的神啊！我靠，他好像开外挂，好猛哦！进来魔法屋就得完全按照哇，这个要拿什么？现在选择命运。获得神仙。乌里玛萨里玛杜，接受命运的人是。乌里玛萨里玛杜，有我在。干你娘嘞！光光，不会是酒吧？操你妈的！提心吊胆。衰神出现，还敢笑啊？天哪！哟，衰神卡片喷光光，嘿，在笑啊？这个三叉口感觉应该很容易到哎、欸，这边应该是一块好地，因为它怎么样，这边怎么交错，感觉这边都会遇到。
你像你买这里面的地，他有可能就直接冲就过去了。人家这个是那种交通要道的那种道路，感觉就是比较值钱的地。干你娘嘞！哇，快受不了！干这游戏地有鬼啊，哪有那么衰的啦？哎，啊你干嘛啊？呀哎呦！我记得你刚刚不是有拿到送神卡吗？送神卡可以送炸弹呢、欸。喜欢就把它买起来。啊，你嘛跟我还差不多嘞。哇，他直接喷了，冲啊，宝贝！他直接喷了四万五哎，赶快去投胎呀、啊！哎、欸，这号码快被买完了，感觉应该要中了吧？即将开奖，应该是我吧？谁才是唯一的幸运儿呢？啊幸运儿97,我大家一起恭喜他、啊、拍手乌咪哎阳寿玩游戏哎干嘛你这是晒起来嘞哇你把我的中东都补起来嘞前期的人他就这样哦还是这样大家都去宰挂是不是没稍等一下哦哇你认真这很贵呢你盖得起吗啊大概五元就来吃头啊我看看他现在有几块地啊他23块小美13沙龙89被干昏呢这样怎么用啊这好像没有用，对不对？我记得啊，好像要搭停留卡才有用。哎，完啦！哎，中计啦！妈的！我记得，哎，我有停留卡。不准到！嘿嘿嘿！哼，我要离开这里。哎，我怎么忘记我有停留卡？我还想说他妈的又失误了一次。大风四大才子即将赴宴，我要羡慕我。有一个人要去卸载啦！啊，差不多啦，这把应该是要结束啦。怎样，安妮露，你要上树吗？所有人的存款增加40,000，干嘞，都快结束了，拖什么台钱啊操！糊涂神附身，进入迷糊状态。不要找我！干！哎 ，Andy Lu， 你人是怎么了？是不是平常口业造太多了？哎、欸，我连续跟你玩3天，你每天都睡得跟大便一样、欸。哎，第一天天天被疯狗咬，然后第二天也是各种衰，今天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正常人呢、欸。这游戏你大风可以玩那么久，干如果是玩富甲天下那还得了？哦，有够机车，免费卡46万，谁是属乌龟的呢？哈哈哈！乌龟，人家一毛也不剩了。你们两个是真的衰耶、欸！你知道为什么他两个很衰吗？他死掉出了乞丐，刚好出在他前面哎、欸，感觉摆明就是系统要搞你们哎、欸！这怎么可能？你们都不是乌咪的对手啦！你们都不是乌咪的对手。干妈的，干死外挂横里操！哇，好扯哦，什么鬼啊？哎，玩一把又快12点了。好啦，今天就玩到这啦。啊，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是不是？看完就走。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我靠，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也不按赞，也不评论，就走，按个赞都不会。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点赞数7%，国外人都帮我点赞，那你就类似汪汪点赞。都机器人哦。